我叫慈丹，今年73岁了。我主要是吹鹰笛，我是藏族大白熊鹰的传承人。一到舞台上，一演奏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是进入一种状态啊，就是我吹的弦乐目的，我就想，雄鹰在高空展翅飞翔，有这种感觉。对吹的时候，感觉就特别特别的舒服，特别特别的自豪。 我再去我自己民族的东西，展现我们藏民族的这种乐器。我叫多吉，我今年66岁了。我是一个藏族，而且一个藏族的演奏家嘛。 我和资料老师，我们两个经常在这，这是我们两个的责任哦，一个是继承了，第二个是发展了。妈妈，我要进去打。哇，都急了，哇，冲上去。 在哪的？这就一百。我可是把这冲冲是把满的。俺那俺们到中国，高龄个长城人，老出些啥子个，一看直播送的怎么那个，哦，人家兰州的怎么那个，都高龄的，他说别的怎么那个，那几没几大。 都是这种啊，这个人类学习的，民族、排挤动物的，都三票解消，都这样。我们现在这个鹰骨的话特别难找，我们到处在寻找，到处在问，一个都没有线索。 哎，小豆。哎，对呀，哦。呀，哎，哎，你当年提过了，跟着年纪的这只白熊，哎，它，当时哎个白熊也中。哎，个下子，白熊的灯笼落去，我们的，它，它让白熊也哦，落去，马上喽。哟哟，哎，呀，说哟，它让哎白熊的，哎个，他说，白熊，它让吃白熊，昨晚中，他说是，年个的，就是白熊肉，哎，都呀说。哟哟，又破呀喽。哟，哎，哟，呀说，俺那才能哎。别买得起。 妈妈得去吃冰淇淋吗？现在我在安多县法院工作，我的职务是法警。我父母也比较老了嘛，年龄也大，就上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回安多，早上、中午都要上班嘛。
然后下班回来就又要带孩子给女儿喂饭呀，还有那个洗碗呀，又要干家务活。Amdo King Golan Jetar Bani Na Dasa Dosan Amdo King Ringni Potan do Yo Sakas Resal Yantinga Golan Jetar Bay Tamatin my own Ditongi Motskem Malandongi八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搞了三大继承，一个就是宫廷，也可以说古典。第二个继承就是宗教继承，还有这个是民族契约继承。这是就是相对于原始的那种硬币，就是流传在咱们那个牧民手里自己挖的孔，然后作为一种娱乐乐器，在这个放牧的时候呢，能吹一些牧歌。那我这个里边可能就不行。那就发不出来。那么这些都是我目前的一些乐器。从咱们硬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像这种硬笛，已经是都是有调的了。因为这个音翅骨啊，在我们西藏来讲的话非常难找，所以现在我们用这种大量的乐器在培养后继人才，搞这个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我们的人地那了八度你的阴极暖麦家的他地那恰恰家的多阴恰恰家的加上扎着嘛的扎着黑白的
地界的托儿。他桂林的话，桂林啥的，俺们这不爱开去学的，俺们兄弟当心不学，桂林什么当心心不的。 因为他的蒙西的个仓木引进，我们就要去讲。再讲个，他说俺说兄弟讲呀，的做米和尚就把桂林切多大，知道吗？如果这么啊，哎呀，你来这个讲，俺这个什么这个和尚讲啥不吧？这个家中些，是吧？呀，他怎么做？这人现在多年的，你不认得？一、二、三、四。 米的你不，喂，行。哦呀，他得要学不到，米得要学不到。俺的，我那，我那做我了嘛去，要不再讲，要不再讲学，俺现在人都现在要讲，学的吧啊。那都给你带差不多，俺都得。哦，俺那得学的。俺的，电子班上的话，电子班上，他的拉不着全团班拉不着，对面线嘛这。 当然，俺都你也得让我写了句，但是别从课上监督那底下拉多，没让给什么学的没说你写拉多。俺那我了也不讲的话，我了也不讲，慢慢在，他得要学大个些。但是别总。没让穷的你，人民的都说，如果不学就话，眼睛得讲很多，我才你跟哪张，得写个样不来。嗯啊，你做门徒的你那说，老少些难着，得门徒的亲戚。理解，俺那不过眼睛面前。 说我是在这住啊，老老老，那是，那人对那是领导对那是他们就接，哦对，哦，我工作些他们，养老，退休忙过过嘛的就，就那个忙的，哦，俺那，你记不记也不想，我，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哦，那就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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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哎，我们从这，吃饭的饭，来去，来去，吃饭的饭。结束了。那我没吃饭，你是不？你看一会儿没？ 行了，大哥。大。俺没长嘛是。你这俺是。听不听？听不着。俺说的，俺那啥看，我是通来了，都是的。哎。哥哥，都你个人是把俺们这次跑，咱是拉去个的。哦，是拉去么大哥，大村长。都咱们吃饱，忙饱，是哥哥哥。 这不通你妈，这不那个绿松那个狗狗是吧？没个人，看上做了吗？没有，那都，白山人的车，白红的做，就给咱那都给下去玩。有，哥哥真是有。人那可是没得，就是没的。哥的谁？哥。有。谁人？哥。呀。有。他哥能有得的。 他哥能叫什么的？哥能叫他这个包子。亲，亲，这包子你吃啥？你当我的话？呀呀呀，那倒没可。哦呀，说。哎。这家属就是你要跟别个拍照。
咱们藏族的鹰笛艺术在西藏呢，年代是很久远的，有着1600年的历史。那么，鹰笛呢是起源于咱们西藏游牧生活时代，曾经咱们流传在这个西藏那曲呀、山南呀、阿里等地区。 这种雄鹰呢，在西藏在古老的咱们传说当中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就飞向太阳，然后直到化为灰烬。这种神鹰呢是非常神圣的。这种乐器名字叫这个鬼铃，那么鬼就是雄鹰了，那么铃叫笛子。 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种原材料，就找这个鹰翅骨进行制作这个鹰笛。就当是，这是把头子去啊，不对啊，我是都是干不得把气，哦呀，确实。 陈老师，我现在拜他师傅，大概10年，这是以前是没有的。后来他做出来以后，只有我可以吹一下，然后指导那些，他也给我教了一些。哦，干老，哦，这里，哦耶，哦，这里差不多不用了，这怎么，哦耶，这样子，这样，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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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给你吃些鸭子皮的。哦。你先吃吧，我给你买。咪啦啦啦啦啦啦，咪嗦咪，咪哆来哆啦，西尼。 一个是看这个营地怎么做完了以后，又看那个树地怎么恢复，然后给学生怎么教，那个传统的教法可能也不行，改变。要不修的，要不修的，那么多，我都几个单了，几个单，打个单打给你的。因为多吉老师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又是同行，对于这个咱们藏民族呢搞了很多抢救性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当初搞三大继承的时候呢，宫廷也好，宗教、民间呢都没有谱子，他们是完全靠记忆来进行传教。为了我们后继这个继续搞这个继承呢，就我们搞了一些谱子，到现在完全是用这种谱子来进行传教。 那个我修行啥的。那这个这个差不多那叫做这个人。第一，咱这不过是二音乐会，晓得吧？八月二号的演出。八月四号的呀，山呐什么的，这个之类。演出是这，我这下去写完，咱等一下我就得去了，是的彩排。 可是跟那的学堆个车队叫去吧，第一天开平的，第二天这那全部的跟那个去做营地这东西去，人家就是没得开车的，人家是搞。他们那里去，他们买几辆车吧？他在这当下给那人家给弄的多钱，差不多多少了？才给他们，多少年了？多少年了？那第二天开平的了？第二天开平的。 我叫丹之仁诺，今年11岁了，读6年级。我在堆龙德庆区青少年培训中心的爱乐乐团担任指挥，我会的曲子有《花跑月圆》《金色狂舞藤》。 你也得给老总啊，听俺那种俺那种，你看不下去是吧？那拧节目的，你也看个歌是吧？好多啊！现在我把弹拨换到中间，然后等到等到这时候，你要把指到中间，好多个。然后第二遍的时候，二胡和唢呐，第一遍是铃鼓，你把这个声部分开，声部，好多个。哎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 这个俺们咋不送？都是的，都是的。加卤呗，加卤呗，加卤。大看那是了，看那新鲜的，新鲜的，吃啊。来，过来烤鱼得嘞。哎，卤过来就是。卤过来就是。恁们就要订过，但二胡酱、营地酱、驻地酱，如果在干了的什么，恁们就得订一下行不多啊？干了单单的这个能带么多的？ 你们就定下来这个账户的，加多，你说再多说。
我小的时候也边上学边学英语的话，我也不太重视，我自己也忽略了，没怎么去学。我准备把我的女儿传承下去。 记得是一次暑假的时候，我出去游玩，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吹奏音笛的水平就大大下降了。我爸爸发现就有点生气，然后批评我说：“哦，吹奏音笛不能放弃，要勤加练习。”我按照我爸爸说的那样，每天练习音笛。后来我吹的就越来越好，爸爸就夸我说：“不错，你要继续努力。” 啊，猜呗猜呗，我到也会去，你桂林的是讲个中文，知道？我平常在家里，爸爸教我练习笛子，练习指挥的，至少一个小时。两个你不醉，两个小时的。啊，听一下的，这怪小的几个月，感觉都搞了吧？来发来发啦，热的热。 装声音，附点，我给什么时候我写什么，那贵味道的，我用过了吧？来，行的，抓起不得。爸爸是一个严厉的人，他在我吹奏音笛的时候，如果有一点差错，他就会立马喝住我。好，现在你不够练是练，这哒啦哩啦啦哒哒哒哒，一口气把它的。 我儿子大概学了4-5年，但是不是专门学，他是爱好。每次作业不多的时候，跟我学一学。然后暑假寒假的时候，跟我学学指挥，画画圆圆那些，他基本上会指挥。好，结束就懂了。好，对的啦，一、二、三、四、五。 米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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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是连下不着，连着哒啦啦啦啦，先过这个，这样不行，好多啊，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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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音乐更多的是唱歌，为了普及，为了推广。我和指导老师，我们俩写一些这个竖笛的和音笛的教材。今年当来当是吧？那是不是？就快速。听第一声部，然后那二声部，等没解开的表格，肯定不行。哈哈哈哈哈！到底解开了？当过的当过的那当，完了是不是？他得学点歌了吧？学点学点学点演出，那是。 既然有你，你来啊！来。
看到我爸爸他们在台上吹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崇拜他们。我的目标就是想成为我爸爸那样的吹奏大师。 我的那第二单要去，要不休息一下。你要休息。你要不中途给？中途。你给他重奏是吧？嗯。完了，给我的单也得干的单。单的。第二段、副歌、第二段，哎呀，俺也不晓得怎么进来要的单，行不行？那大伙儿也忙着，单的单的，我。单的单的，我。哎呀。 我们可以这点小事做下去。呀呀，俺们得是，那是三年能领个着啊。嗯嗯。哦，完了，多。完了，空气，把自己注意。我大概在90的时候开始接触了乐器。我接触的乐器，第一个是二胡。 后来我哥哥带了一支笛子，然后我哥哥在家里吹了这个笛子，我开始迷上了这个笛子了。那后来接触了这个专业了以后，你的路越来越宽，笛子的技术呀、吹得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个普通的一个乐员能够走到这个演奏家，想不到。现在该我自己出马的时候了。 我这里有的都大家共享嘛。那路是还是呢？这样的呢，得找不见鸟嘞。俺那样子小队人家去呀，是吧？ 哦，来结束，嘿嘿，这是咱们啥学员？咱俺都弄的这些给咱，俺就学会的那个拉扎给把这种话学了吧？三年都弄了呀，首场演出接起。现在俺也搞不学就是了，俺那子的学会的了呀，哎，人家参照的速度，大家能打起用对，哎，对不对姐姐？来来来，姐姐学了呢。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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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那来就这么用啊，晓得。 下来，别走，拿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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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台上面跟自己乐团的那些队友们一起吹笛子，一起吹奏那些曲子，那些努力都是值得的。想的一个愿望都达到了，管乐多了一个这个竖笛，高音里面有个音笛，能够把它推到这个上海的音乐团。现在重点就是我们培养人才了，找更多的这个原材料制作这个硬笛。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把这个硬笛呢推向世界，让世界知道我们藏族有这种非常珍贵的一种乐器。
我从小就喜欢吹笛子，吹音笛的话会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自己以后吹得像多吉老师一样去世界各地演出。 看到白马德吉跟爸爸学音笛，想起小时候自己没有好好学，现在爸爸又教得这么辛苦，我决定一定要跟爸爸好好学音笛，把音笛这个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送个，我白马地区就是我的，等养都该着我噻，但我个人本来什么就我没跟别个多的，等个养没养多不多，就那东西，等别地种子，再让口边这边，你把些农作物，就那个慢养空白，养把老少些那个生皮果。